不服输的男生。全力でバトルしようね。勝たせてもらう。哇，还有语音哎！全换找白骨圣堂教主，哈哈，只差护符了，一倍一倍。哇，好呛哦！他直接占学校哎，哼！我们学校可是有手机猎人呢，你知道可怕了吧？主还要派一倍，完了！他打快攻了，他是快攻龙族，是对我来讲有点哑巴。こんなものかな。我觉得先甩个三，难一下。等等再炸没关系。拿走可以，赢了可以拿走他冷吗？这败蛋走吗？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，我应该会找各种妹子对决，然后叫他们再帮我抢更多的 Shadow Burst。先丢圣师之牙，然后带点进化点。我觉得他已经后继无力了。快攻龙族，远古的快攻龙族应该很烂吧？等等就打三加二。哦，好了，他至少可以解得掉这张赤炎猛虎。来了，看我的神鸟之敌，神域守护者。真的可以打三加三。他还空牌恐惧龙兽，看来电脑不知道怎么留牌，他完蛋了，我们最强场面要出来了。我觉得我单纯想要过一张牌。哇哦！不管，来了，啾啾啾！他还知道招了哎、欸！直接打头！等等！哇！我还没真的料到你有这一招哎，有点强。那时候是龙族最强的 AOE 吧？除了审判以外。整游戏最强的 AOE 来了。好了，可以。他除非再扫一次场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我赢了。我他有点打回来了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没关系，我没有そこまでじゃ。来接我啊！立ち去るのだ。私が私でいるうちに。哇，跳飞！第二章的龙族勇士，等，他那个是不是会变成龙？是有点哑巴，后面风暴巨龙直接几次中我头了。完了！没有白骨圣坛教主，我直接爆掉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！给抓到！看来我们手机要被抢走了。太扯了！他那个灼热风暴怎么那么强？灼热风暴是什么神卡、啊？原来我只是青铜等级，我们七色有白骨圣堂教主，再来
就是刚刚是因为让他拖到了七费给扫那一波，我们要在那之前先开四费准时开，直接让他下去。天生学院に負ける。我觉得完了，完了完了，我开始相信他的话了。他总是可以一倍百银白幼龙哎，他跟杨宇一样等级耶，有点强。救我！三把そこまでじゃ。光头救我！谁是大爷大佬？嗨嗨，无救，晚上好。收呀！先铺场，先铺场，先下怪，先下怪。下回直接开满场，开满场。よし。他真的好哦！我先骗了，我先骗了。他打错，他打错了。好吧。我觉得能不能过盘一下蛮关键的，他不会又可以再来一波吧？嗯，我想想，我要进化八龙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根本没有进化点，他有两颗哎。これで一息で吹き飛ばしてやる。これは定められし断り。你好扯哦，他可以用那张龙族勇士双剑。说至少他没有灼热了，我们全力的 A 头。感觉这时候的过牌好少哦，对啊，是救急少，只能靠这个神圣祈愿。哎、欸，连续过牌、欸，他过牌好强，那他应该会解白骨吧？好，再脚进化点。好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终于，我们防掉那一波灼热风暴，就赢了。これで最後よ。強いな。自由一男。ついに決勝進出者が2名決まっちゃいました。決勝戦に残ったのはこの選手とタクマ選手。どちらも強烈な強さの選手です。なんだ。わざわざ負けに来たのかよ。本当に間抜けだな、お前。俺に勝てるわけねえのに弱いやつ消えろ。目障りなんだよ。好嚣张哦！我要用教主打爆他。不，我不把他剪掉，我要打爆他。如果我赢的话，你就把手机还给大家。该让他就是真正的皇家了吧？哎、欸，其实也可以、欸。怎么办？我们要用白骨圣坛，还是让他见识真正的皇家？何やら因縁、つまりは決着、最高のバトル。皇家快攻快起来，用阿尔贝尔收头，告诉他要放真正的皇家的阿尔贝尔。皆さん、最高に盛り上がりましょう。哦。潰してやる。バトル、シャドーバース。哇，那么派哦。嗯，我今天特别准备了真正的快皇牌组来打爆杨叉牙昌拓海。哎，拓海，拓马。哦，好中二哦！让他知道真正的快攻皇是怎么玩的，先攻赢一半了。看老天都是帮我的，接下来就要找到一费就好了。来吧，一费发！哎、欸，他不更换手牌、欸。哎，把手机给还来，把你夺走的手机都还来。巨斧海盗，他怎么有点强？不屈哎、欸，嗯，不管了不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没有在怂的。过了，先攻就是让对方想办法解。哇哦！哇欸、这是什么快攻的极致对决？哦，他解场，他解场了。我也来。啊！打头！不管了。他有雷姆哎、欸！
恐れろよ。我らが国の平穏のために。这对我来讲是有点哑巴。其实刚才那张感觉要做到有一个优势交换，去换掉他的一二。可爱からって甘く見ないでね。進化だよ。不贴脸皇家之耻，但是我觉得我要输了。我觉得我刚才那边应该要解的。死ぬのは怖くないぜ。我现在有点扑不起来，他会不会解我啊？こいつでいい。祖国のために。哇喽，公主禁卫兵，劝你不要乱来哦！啊，果然那边高姐的，他又做到优势交换了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有了，好灵！お頭の身は私が守りやす。进化守护。不行，有及时就是要打头。右手好灵。我们还是有机会了，我们手中握有了六点伤害。哇！他是疯啦！困った新兵だ。おかしら。すいません。絶対だ。ごめんよ。おかしら。凯旋的骑士。我的个！いいもんだ。我看了什么？ちっちゃいって言わないでよね。来啊，封神啊！你卡场啊！你这样至少要来送，就问你解不解嘛？啊解，他解了，他贴了。お前ら、あとはよろしくな。風はまた吹くだ。上把剑术教官，打头，我看一下哦。他想进化打头九点，相信那个男人，相信那个男人，那个男人会来的。打头就对了，男人没有来的是赤猴军团兵，不管了，点头。相信那个男人。さあ、仲間ってのはいいもんだ。お呼びですかい？哇，超强优势交换！等等，这个很哑巴哦，这个没有右手就爆了，有没有？没有，看，哎，等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そんなもんで終わりかよ。不行，我仙宫没有一倍，太不顺了啦。我的手机被抢走了，男人背弃了我，手机拜拜，手机果然没了。那我现在是后宫，完了，没有后宫的那没有仙宫那种感觉了。对面有拍迅捷的剑士，不就去送吗？哇，一只一二换我两只哎，亏到爆！你刚刚留那张一的。一番乗りの勲章はいただきだ。立派な騎士を目指す。为什么还可以那么顺？我看了什么？我的意思はまだ無駄なんだよ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戦場をかけましょう。我们必须做劫场。侠盗boss是真正的后宫劫场游戏。楽な。俺がいる。だからもう。你看，刚雷瑟姆做事了，他现在雷瑟姆不能做事。那我们现在花剑要做事了，他完蛋了。欸，真的欸，他的排序好固定哦。死ぬのは怖くないぜ。早く諦めろよ。こいつでいい。你怎么还有雷瑟魔啊？もう痛いじゃない。我らが国の平穏のた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。砕かれるとは。我跟，他好扯哦。他几根筋哎。くだらねえな。我が進化よ。然后我又亏了二费了。鈍いな。押せ。
しょこれでどう。私に歯向かうのです。死ぬのは怖くないぜ。楽なバトル。他的守護你不呢，他守护出来了。我应该把我的三一二就是铺两只跟二二二二两只都把它放上去。さあ戦場をかけましょう。行きますわよ。来啦，加起来了啦。これで決める。この子と一緒ならただまっすぐに。ずっと一緒よ。どうしよ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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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隊長。可以可以。我们扛住了，接下来就是做优势交换了。他加盾就是他输的那一，宣告他的死刑。还敢加盾啊？立派な騎士を目指すのだ。我现在就是疯狂的加这支队。剣を掲げよ。把他养肥。Yeah。可以可以，后宫比较强。是小豆腐是真正的后宫游戏。可以值得吗？私は王国の番人。还敢加盾啊？哦，你前面的优势都被你那个巨魔给打爆啊！師団の誇りにかけて。お手本を見せてやろう。ルーガに参りますわよ。砕けた。ちっちゃいって言わないでよね。行きますわよ。除非他来一张阿尔贝尔，不然我觉得他不可能翻这个场面。他祖传了一颗精华点。哎哎，他多了一张海盗。这张牌真理想。主还是不想缴精华点。来了来了，那个男人。行くぞ。禁断が如く。噔。行くぞ。行くぞ。優雅に参りますわよ。優雅に参りますわよ。又来又来了，又是巨幅海贼。海盗。其实现在还第一个卡包，然后我已经有阿尔贝尔，已经买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我可以已经说是作弊了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已经作弊了。为什么把特效关了？想看星爆？结束。Tang End， 不管了，我们赢比较重要。我们那个阿尔贝尔就是双刀直接做到一个结场，结束了。事实证明，远古的暗影之章是后宫的天下。我们拿到他的牌了，我们不抢他的手机，我们抢他的牌。知道错了吧，弱者。負けた。くそ。負けた。負けちまった。你是不能玩暗影师章了，你这个弱者。兄貴に勝つなんて。なんだよ。哦，派呀。何が言いてんだよ。てめえ。約束だ。スマホは奪った奴らに返してやる。次はぶっ潰す。いやー、すっごいバトルだったね。まあ、大感動。ってことで、ブロンズカップ優勝、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イエーイ、青銅杯冠軍。お、还有奖杯哦。耶、yeah!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